看他的目的地要去哪里。去营店。是营店。那营店是这个这条路上，那叫什么路？长龙路上的营店嘛。所以很近嘛。啊，你要骑摩托车去吗？对啊。可是那么近的距离，你不觉得其实走路跟摩托车差不多？对啊。然后如果你还要再加上一些，就是找停车位，有时候可能中午人比较多，找停车位的时间又去掉的话，那可能有些距离走路是比骑车还要快的。那这样的状况下，你会选择走路吗？不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等一下还要再去别的地方。那如果你是，譬如说你去营店，然后你下个目的还要回来的话，那你会选择走路吗？不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车比较方便。下个目的要去哪里？我要回家。你要回家？那你家离这里很远？有一点点距离。有一点距离。好，那我们换个地点好了。假设说我们平常中午要去吃饭。好啊，吃什么？还没，就是吃饭。然后假设那个吃饭的地点可能小于2公里或1公里，就很近的距离。那这种距离下，可能骑走路只会比骑车慢一点点。可是你骑车，比如说在中午时段人很多，对，你可能还要找停车位嘛。很麻烦，就很麻烦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时间扣下来可能就是差不多。对，时间会差不多。那么你会选择用走路的吗？好啊，不错啊，对吧？不错吧？因为走路还可以减少 CO2 排放，或者是还可以促进健康。我爱北极熊。谢谢。